我们来看看这边这个小姐姐带了一窝。哎呦我去啊，这小耳朵你看啊，黑身子，这是什么狗呀？哦，马犬呀。哦，你哦，这大人在这边是吧？哦，当家的在这儿，原来这有点太瘦了吧，这个狗，你看这脸还怎么这么黑，这熬夜了吧昨天啊？啊，就这样的狗品种，就这样的，这就叫马犬啊。哦，马犬脸也是黑色的，那身上为啥不是黑色的？还两种颜色，你看。那你看它不身上也不是黑的呀，它脸是黑的。它这个马犬就身上黑，这个身上都是马犬，它就像我们黑的。哦，感情这么厉害呀？这狗多大了呢？快到两个月了。那有没有打过针，还有驱过虫呢？也打过针，也驱过虫。那这小狗你说的这么好，而且就有点瘦，你看，它要胖一点就好看了。这太瘦了，这小狗，这小狗多少钱哥？360。360的话，360的话，是不是有点便宜了呢？哎呦我的妈！500行不行？500全要完了。啊，500块钱，1、2、3、4，500块钱给我五个，你看行不行？哈哈，你说话不能不算数啊！这个，360这个小狗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，这有点太瘦了，品相很一般，骨架也很一般，挂点白胸，虽然挂白胸不算失格，但是，长得倒挺可爱的，你看尖嘴猴腮的，就太瘦了，如果肥一点、胖一点的话还行。